队伍啊，真菌啊，行啊，我哋成班真菌兄弟，最中意喺你啲脚度四围圈噶啦，搞到你只脚又痕又臭又甩皮，当正系我屋企嘅。吓，洛夫书，走啦！洛夫书查七日，真正杀灭香港脚真菌。洛夫书七日搞掂香港脚。买边只消毒药水好呢？价钱争咁远，又唔系只只有卫生署注射编号，同 GMP 香港制造点拣啊？梗系拣李家宝啦，家居清洁死身消毒都 OK， 仲好经济添。李家宝清洁消毒，经济抵用，少数爬墙技啊！咁就得啦。屋企最怕有细菌滋生，响厨房、趟厕所，记得用李家宝厨霸，趟厕霸做清洁卫生，咁就 OK 啦。I am a D3200. I am a Nikon.一啲新口味，再加啲趣味，令我哋更亲近。披萨黑芝士香肠双脆批，双脆批边加倍满足，细味更多。Pizza and more， 升级优惠，多款美食半价。Summer 热到爆，智库酒店折扣创低价。呢个夏天 ，Hotels.com 为你搜罗过百间欧亚至底酒店，轮住俾你拣。Hotels.com 酒店专家专注为你。今天从零开始，无糖无防腐剂，真正零卡路里。Miko Zero Sports 运动饮品。Miko Zero 不能跟我谈天，但却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无糖无防腐剂，真正零卡路里。Miko Zero Vitamin Water 维他命水。翠竹是生长最快的植物之一， Estee Lauder 释放翠竹新生力量，为肌肤打开吸收之门。全新 Optimizer 再生精华水，激发肌肤新生光芒和澎湃保湿力量，让弹力、活力、生命力直透肌底，肌肤更水润亮泽。全新 Optimizer 再生精华水， Estee Lauder。铁路是香港运输系统的骨干，现时我们正同时推展五条新铁路，预计在2020年前陆续建成。为制定更长远的铁路发展蓝图，政府正检讨和修订铁路发展策略2000，并展开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，欢迎你在7月21号前提出意见，一起规划我们未来的铁路。民主、法治是香港人非常重视的价值。香港的基本法保障了这些价值。我们享有言论自由。我们可以透过传媒、互联网与世界连接。我们可以从多角度认识这个世界。知识就是力量。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平台对政府和政策发表意见。我们有民意代表为我们发声。政府官员咨询社会各界的意见。集思广益，言论同表达嘅自由，呢啲系我哋珍惜嘅。珍惜嘅。
港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法治精神是我們社會的基石。香港人來自地方百年，不同種族、不同膚色、不同風俗習慣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享有同等的自由，而且受到尊重。網羅我們來自各方，講不同的語言，信不同的宗教，我們都以香港為家，在這裡發起訴求，彼此包容，和衷共濟，為社會的共融作出貢獻。香港是中西文化匯粹的國際城市，同時擁有自己獨特的風格。我們融合中西，互相包容，又可以互相欣賞和共處。我們享有自由的氣息，又有多元的特質，互相尊重的態度。十五年來，香港人珍惜法治，追求民主，這些都是我們一直持守的價值。在這裡，只要勇於嘗試，敢於創新，一定可以有發揮所長的機會。